大家好，我是海航员。废话不多说，现在就为大家带来《海贼漫画一千零一十话》第五弹的情报内容。一人扛双簧后受伤的索隆，正在将普罗米修斯砍成更小的碎块，让他无法去救大妈。罗十分担心的认为索隆疯了的说道：“如果你身上的骨头已经全断了，我可一点都不奇怪。”这时凯多生气的说道：“可恶啊，可悲的玲玲，还有我出手来帮他的工具。”然后凯多称呼了索隆海盗猎人，开始攻击他，还命令他把普罗米修斯放了。关键时刻，罗直接将索隆转移，把自己转移到凯多面前，顺势就用加马刀攻击了凯多，导致凯多吐了一口血。随即凯多用雷鸣八卦攻击罗，但和第一次遭遇雷鸣八卦被秒杀的路飞不同，罗用一个叫做抗菌武装的新招式阻挡了雷鸣八卦。不过虽然勉强的化解了雷鸣八卦，但罗还是被凯多的力量打飞。凯多看着罗说：“你的能力真是有够麻烦的，特拉法加。”普罗米修斯和拿破仑全部都趁着这个机会逃去拯救大妈。索隆呵斥罗说道：“为什么要帮我而导致霍米兹逃走？”罗接着说道：“随他们去好了，如果某些人因为我的计划丧命了，那我宁愿我的计划失败。”好了，本期内容就这么多，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，我是王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